乐儿初升小学生字生词培训班第八十八课第一个 ought to 应该，佢同咧 should 呢个字咧系大同小异，咁我哋咧就用 ought to。咁睇翻个字咯 ，o u 咧我哋会读 r，g 系 g，h 系 h，t 系 t， 所以加埋咧就 a g h t， 读快啲 ought， 加埋 to 咧。整个字的读法就是 ought to， 应该。大家留意主要就是这个 H， 因为 H 是会读，所以整个字里面是比较难去听到 H 这个音的。第二 code， 引用，另一个解释是报价。引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讲一班说话或者是写一些文章而需要拎人哋嘅说话或者系文章咧，去介绍翻我哋嗰个说话嘅时候啦，咁我哋就会用呢个 quote 引用人哋嘅说话或者系文章去讲我哋嘅嘢，就用呢个 quote。好啦，另外一个解释咧系报价、哦，例如我哋屋企有一个电器坏咗，需要维修咯，咁我哋咧就会揾一个师傅啦。同我哋报价应该要整几钱啊咁样噶，咁呢个报价咧，我哋就叫做 code。好啦，睇翻个字咯，大家望落去咧有个 magic e 啦，系咪？咁所以前面呢个 q， 我哋会读 qu，u 系 r， 加埋个 magic e 到 o 咧，我哋分个 o 音嘅，加埋个 t 系 t， 所以成个字咧就 qu，r，o。读快啲 ，quote。第三 ，sell 出售，卖一啲嘢出去或者系减价，我哋都会用呢个字 sell。睇翻个字咯 ，magic e 啦，所以呢个咧我哋读个 a 音噶，所以成个咧读法就系 sell， 读快啲 ，sell。第四。嗱，呢个字咧有两个完全咧唔同嘅读音噶。第一个咧系美式嘅读法，我哋咧就会读 schedule。第二个咧系英国式嘅读法咧，我哋就会读 schedule。好啦，咁咧英国同美国音嘅读法咧系完全唔同噶。咁但系我哋咧因为系要读英国嘅英文咯，咁所以咧我哋要跟英文去读噶。咁首先咧 ，s 咧系 ch 咧系 ch。E 读翻个 a，D 系 d， 嗱后边呢度咧个 magic e， 所以咧呢度我哋要读个 u， 同埋 l 咧会读 l， 所以成个字读法咧就系 ch a d u， 读快啲 ，strong u。第五 ，unidentified， 未能够辨别出嚟嘅。咁一望落去咧，呢度有十二个英文字母，咁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哇好难啊，咁但系其实系好浅嘅啫。好啦，咁我睇翻个字咯 ，un 大家都识啦，系读 n，i 我哋要读翻个 i 音咯 ，d e n 咧我哋会咁样读嘅 ，e n 系 n，d 系 d， 所以咧 dun dun dun，t i 系 t，f i 系 v，e d 系。所以成个字的读法就是 unidentified， 读快啲 unidentified， 未辨认出嚟嘅嘢咧，我哋就用呢个字啦。第六 buffalo 水牛，嗱大家都识噶啦 ，b u 系读 b 系 b a b a b， 系咪？大家都记得啦。f f 咧，我哋会读 f, a。L 咧系 R，O 咧我哋要读 O 音咯，咁所以成个字咧就 buffalo， 读快啲 buffalo。第七 cattle 系牛嘅总数，咁大家识啦 ，C A T 咧我哋会读 cat，T L E 咧系 tail， 所以加埋咧就 c
cattle 是牛的复数，不论它是一个大牛、细牛、水牛、公牛、黄牛，总之呢是牛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字的 cattle。 如果我们说是一群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读成为 a herd of cattle。 记住一群牛是 a herd of， 是不会有第二个字的，一群牛。还有呢这个cattle 后面是没有 s 的，因为它这个字已经是一个众数的名词来的，所以是不需要加任何的 s 上去的。第八 defender 保护者 ,de 是 the, eh, the, eh, the, f-e-n, or e-n, n, 加上 f 呢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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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是 the, 所以整个字呢读法就是 defender，读快啲 ，defender。第九 ，dive， 潜水。另外一个解释是跳水，啊系动词嚟噶吓。好啦，咁我哋睇翻啦，有个 merge e 咯，呢个咧我哋读翻个 i 嘅，所以成个字就 the i， 读快啲 ，dive，dive， 嗱叫做 v 音喺度，呢个音噶吓。第十呢，原来是将第九这个英文字呢后面加个 R 喎、哦。那个意思呢就叫做潜水员。但是读法呢我们就不读 dive 喎、哦。因为后面这个 VER 呢不是个 magic E， 最尾这个是 R 来的。所以我们的读法呢就是 D 是 D,I 读返个 I 啦 ,V, 呜，而 ER 呢我们要读 R。所以整个字呢读法就 the i u a， 读法啲 dive dive 潜水员，同上面呢个呢 dive 系唔同㗎吓。OK， 呢边呢呢个系有呢个 er 呢个音出咗嚟㗎。第十一 kangaroo 袋鼠 ,an 系 an 啦 ,k 系 k， can can can。AR 是 R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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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OO 呢有两个音的，咁大家都应该记得啦，一个呢就读 U， 一个呢读 U， 而我哋呢就会用上面嗰个啦 U 呢个，所以加埋呢就 Kangaroo。 第十二 Kimchi 泡菜，即係將一啲腌制咗嘅菜啦攞出嚟摆喺台面食到啲吓 ，OK， 大家应该见过啦，系好多时咧，我哋食呢个韩国烧烤啊，或者日本菜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啲腌制咗嘅白色嘅菜，嗰啲就叫做泡菜啦。咁睇翻个字啦 ，I M 系 im，K 系 kim kim kim， 后边呢部分咯 ，C H 咧系 ch，I 系 e， 所以咧 chi chi chi。所以加埋成个字咧就读 kimchi。十三 gorilla 树熊啊，呢、这个字咧好多我哋香港人咧唔知点解会读咗成为咧叫做 gorilla。咁大家一听咧就知道系有啲问题啦，因为 l a 咧我哋会读 la， 而前面呢个咧 a 咧系冇 l 喺前面嘅、哦，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读 la， 我哋只能够读啊。K-O 是 cool， 所以整个字应该读法呢就 cool-a-la cool-a， 就不要读 cool-a-la、哦啊、OK， 意思是解树熊。第十四 Nung 尼姑、啊、这个尼姑呢可以是信佛教或者信天主教基督教都没问题的。看回到、哦、N 是 UN 是 N， 所以整个字读法呢就 N-N-NNun， 嗱，而男性嘅和尚咧，我哋咧就会叫做 monk。嗱，喺堂上咧都同大家讲过啦，如果想容易记呢个字咧，我哋只需要谂一个动物，就系马骝，即系猴子咯。猴子应该大家都识噶啦，叫做 monkey。咁我哋只系将个 monkey 后边嘅 ey 唔要，净系保留翻前面 monk。咁呢个字嘅意思咧就是、和尚、哦。第十五 nurse 护士，好简单啦。U R 咧系 er，N 系
S 呢係 S， 所以成個字讀法咧就 n e r s， 讀快啲 nurse。